今天我来了好多东西，楼下一箱，楼下两箱，楼上，哎呀，天天的，我觉得我的快乐是拆快递给的，这是我从中国超市买的，最高兴的是从中国来快递，哎呀，就买了这些，羊肉串的烤料，八角，什么呀这是？哎呀妈，羊肉串烤料这么些呀？还有什么麻辣汤粉儿，还有什么就是咱不知道，什么面皮儿，还送了一个冰红茶。我们家冰红茶是肯定不缺的，我都是成箱成箱从网上买，一箱是60块钱，不是，是77块钱一箱，24瓶，多少钱啊？哎妈，还挺贵呢，多少钱一瓶？我怎么也算不出来了。这里面还有什么？什么油条？还有啥啊？哎呦，我买的，哎呀，这花卷挺多呀，快乐呀，我很快乐。今天最高兴的就是拆快递，哎妈，拆哪个快递我都非常高兴。然后这里边是什么呢？这里边应该是小龙虾，打开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是小龙虾尾，麻辣小龙虾，回来要做小龙虾吃。小龙虾还用了2个这种包着的，怕它化了吧？可能是。哎呀，真高兴呀！有了油条可以做那个叫什么煎饼果子，煎饼果子机我都买好了，但一次也没用过。哎呀，我这花钱也挺厉害，啥都买。我们家打扫卫生的阿姨说：“你看你那冰箱里都装不下了，你还买这么些东西？”说我真能买呀，啥我都买呀。啊，买这么多还觉得不够呢。今天我准备吃煎饼卷羊肉，我已经吃了好几天的羊肉了，然后还弄的玉米粥，这个肉啥的吧，家里都有，就是没时间做。哎呀，其实我觉得国外那种的叫 meal kit 那种的半成品其实挺方便的。你说天天炒菜啥的，真是没时间。你像我婆家的话，都是一次性把那个什么凉菜都做好之后，然后吃一个星期的，不是一个星期，大概3、4天吧，2、3天。那你要说天天去做饭的话，真是没那么些人有那个时间。人家说，哎呀，你们家真吃的真差。其实不是说我们说，哎，我们舍不得吃这个，舍不得吃那个，我们家这些东西全都不缺，就是没人有时间做，每个人都忙的那个样子。所以在国外的话，基本上很少说每个人每个家庭每天都去炒2、3个菜、3、4个菜去吃，基本上都是说把这个菜放在冰箱里，然后谁饿了谁就去吃。那米饭常年锅里都有的，你说这个顿顿炒菜，那是真是没法实现。首先第一没那么些时间，第二呢，可能这个可能也就那个啥哈。哎呀，我是真佩服国内那些家庭主妇，一天炒2、3顿菜。哎呀妈呀，要我得急死了。好了，现在弄完之后，先上去看孩子。看孩子，我婆婆来了之后，我下来吃点饭，然后一会儿去直播了。天天忙的，就是一点时间也没有。你们看我们家这个抽油烟机，这是啥呀？这是抽油烟机吗？我估计你们很多人可能都没见过这种抽油烟机，这是乞丐版的抽油烟机。我们家厨房就这么点儿。好了，我要上去看孩子去了，一会儿下来吃饭。再见。高兴了。
但是没穿尿不湿，不能随便照。哎呀呀呀！现在不能给他穿尿不湿，先让他休息一会儿，要不然就走光了。嘚嘚嘚，小屁股！哎呀，哎呀！呀！哎呀呀，你往哪跑？谢呀，一溜啊！人让我给他翻过去了，我不给他翻了，翻了好几个了，自己翻不过去。陈修，你那是啥动作？哎呀呀呀呀，皮死了你！那张山坐着老老实实的，这个幼幼，你看，皮了，开始不知道怎么学的这个了。一个月之前就会这样，还是两个月之前就会这样，自己弄成三角形，咱也不知道从哪学的。哎呀，张山拍手了，真好看！你看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彪！自己要翻过去，你要干啥，张石？张石，你这要干啥？我给你翻过去啊！非得让我给他翻过去，我还不给你翻了呢。非去找你哥哥事干啥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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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带闲着的。踩着哥哥的腿了，你别动哥哥！呀呀！张世安自己就这样，哎呀，张世安是真听话。张秀，你掉下来哈！呀呀呀！你反过来！现在厉害了，这坐着都能下来了，吓我一跳！你反过来下！你反过来下！快点，我不管你哈，他这能下来，你看看他怎么下来的。下来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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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张世安爬上去。我发现了，我们张世安啊是白里透着红，悠悠呢是白里透着黄。张世安的皮肤又白又红的，和他爹一样。但是张世佑随他爹的白，但是随我的黄。呀，嗯，高兴了。呀呀，掉下来你俩，吓我一跳。张学，你那个腿，
喜恭喜。你来别笑掉下来。哎呀啊，这是走得可稳了，现在从沙发一直走到那儿。再过来，走过来，江山。坐那儿去了。啊，胆子是小啊，干啥的好眨眼。张晨，你那练啥功呢？啊，打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现在干可以放心大胆的走了，走的大胆多了，现在走好也走好好多了，现在。哎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呀，给爷爷奶奶亲一个，爷爷奶奶抱，叔叔阿姨抱。哦，亲戚啊，亲戚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张世友都是这个样，亲戚，张大狗就是亲戚，给屏幕前的爷爷奶奶抱，抱抱，抱，抱抱，张世友，抱抱，啊抱抱啊抱，哦，亲戚，这是亲戚的，你看，这是亲戚你们，抱抱，哎呀。谁在那拉粑粑呢？哎妈呀，张师兄，你蹲着拉粑粑呢？哎呦我天！不，看撅那小嘴，撅的。